老板娘，吃好了，这一桌多少钱？一共35，我给30吧。好的，走啦，老板娘。喂，过来帮我看一家店，我有点事情。好好好。干什么呢？关公哥不能随便进。不是不是，我认识你们老板，你帮我叫一下，啊，你说洗，我是洗澡。明总，楼下有一个穿围裙的，说叫洗澡来找你。啊？他怎么来了？他没说，看样子是来借钱的。那你让他上来吧。小明，看到你就好了。哦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过来看看你。快到快到快到。嫂子，喝茶，这可是好茶。这个办公室真气派。最近怎么样呀？我看这公司规模还挺大的，都挺好的吧？小本生意，混口饭吃嘛。我哥最近怎么样？还有阿姨最近身体可好？比哥还是出海打鱼，我妈身体还是老样子，一直在吃药。今天来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嫂子，你有什么快来跟我说，我这还有点……没，我能有什么事？我错了错了。哎哎，嫂子，要不我送送你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走了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。哎，嫂子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。嫂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从家里面给你带点海鲜，都是你爱吃的，来拿着。嫂子，你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就送这个，你是不是想借钱？哎，借什么钱？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你公司出事了。我跟你哥俩人说了，我俩都不放心。今天这不特意来看看你吗？没事就好了。行了行了，你没事就好。大排档还有活，我先走了哈。